妈带妹妹离家出走，佢外出寻找妈妈，却意外被拐卖。23年亲情离散，佢应该点样找到翻屋企嘅路？他走的时候，他妈妈带着他一个妹妹，然后他爸爸就带着他一路去乞讨去找。走到楼门那个家境的地方，我爸就上个厕所，然后上个厕所他进去，我在外面等。丈夫帮手倾力寻找，身世之谜逐渐浮出水面。那个经历也是很苦的，小弟就觉得很难过，是吧？是小弟。我是阿伯呀，哎，想了你们20多年了。为什么不想认你妈妈呀，俊逸？他把我们抛下了，他不管，我恨他。23年后的相聚。再回首，是恨是爱还是痛？是他的妈妈是吧？哦，是他妈妈，认的大伯母，认的大伯母。请收睇《真情追踪》，寻母被拐23年，妈妈，我该如何原谅你？上集。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真情追踪，我是主持人晓婷，欢迎你拨打我们的真情热线400-066-0308。另外，我们广州影视频道在真情七星级的度假胜地主办的小主播夏令营正在火热招募当中，欢迎各位拨打以下的报名热线，扫描我们的真情追踪的二维码来咨询报名。近日我们接到来自深圳龙华的曹东海打来的求助电话。曹东海话佢系江西人，咁而家啦，同妻子邱春英一齐喺深圳打工。咁但系啊，十几年前同妻子结婚嘅时候，佢就知道咗一个埋藏喺春英心入边23年嘅秘密。喺佢好细个嘅时候，因为同爸爸外出寻找离家出走嘅妈妈，咁而不幸被拐卖咗。咁从此啦，同屋企人离散，咁喺养父母屋企过住寄人篱下嘅生活。得知到妻子悲苦的身世，曹东海暗下咁决心要帮妻子找翻屋企人。但是23年过去了，春英的屋企人究竟在哪度呢？而当初春英的妈妈又点解要离家出走呢？你好，是春英吗？你是春英吗？找家人就是你，是不是？就是你要找你的爸妈了，现在找你的家人了。一个着紫色上衣的女人就是今日的委托人邱春英。她和老公住在深圳一个狭小的出租屋里，一边工作一边寻找自己的家人。春英年幼的时候究竟遭遇了什么呢？是怎么样走丢的？几岁的时候？好像是6-7岁吧。她走的时候，她妈妈带着她一个妹妹，带着妹妹一个月左右，一个左右，他妈妈就离家出走了嘛。妹妹那时候才出生一个月。对，出生一个月，他离家出走了，然后他爸爸就带着他一路去乞讨去找。他就是一直找妈妈，找到龙门那个家境的地方，我爸就上个厕所嘛，然后上个厕所他进去，我在外面等他，然后就有一个骑摩托车的叔叔就把我带上了。邱春英的老公曹东海话俾我哋知。在老婆的记忆里面，妈妈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带妹妹离家出走了。爸爸带着她周围找妈妈，为此走了很远很远的路。而他就是在寻找妈妈的过程中不幸被人贩子拐走的。邱春英的妈妈当年为什么要带小女离家出走呢？她的爸爸现在又在哪里呢？当时我们还没结婚，她跟我说了我的想法。我想想一个人失去家里的感觉是很可怜的。但是我一直这样想，我说你这么小的时候走丢了，连你家人
是吧？当时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你自己家住哪里你不知道，你当时说话口音不知道。我说这种找人的机会很渺小，我这样说。他能记住一个当地的那个名字，现在他们说那个什么叫梅花溪，就是梅花镇，是吧？还能记住他爸爸的名字。你爸爸记得他的名字叫邱金生啊。邱金生，哪个邱？就是那个耳朵旁的邱。金呢？金是黄金的金吧？黄金的金，生是哪个生？天生的生吧。曹东海话：老婆当初在江西龙南县被人贩子拐走之后，在一个人贩子的家生活了三年，后来以2000元的价钱转卖到现在的养父养母屋企。在养父养母屋企的十年，春英没读过书，每日要不停地做事，寄人篱下的生活令春英对家的思念日益加深。但23年过了，春英还可不可以找到家人呢？他说有一个叫什么梅花溪镇，他跟我说了这个地方以后，还说了一个，他说平时这个。这是你记梅花镇，梅花镇和平时是你记忆当中老家的地方，是吗？对。哦，还有吗？他跟我说他是一个平时，他是有一条那个铁路，他爸爸带他去他大伯家吃了一顿饭，他以为他大伯就在铁路，住在那个铁路。反正印象当中，大伯家是有铁路的。对。大伯家什么门？什么门？圆形的，石头做的圆门。石头做的圆门，那个圆门是大伯家的吗？是大伯家的，平时那边。平时的。曹东海根据春英的记忆，用纸仔写低有关屋企的信息，其中包括屋企有一个叫梅花镇的地方，爸爸好像叫邱金生，他的大伯住在平石，大伯屋企附近有一条铁路和一个石头做的圆门。寥寥无几的几条信息令我们感到任务沉重，但见到春英期待的表情，我们决定用尽全力帮他寻找家人。我这里有一个梅花镇，是在广东省乐昌市，距乐昌境内的平石火车站仅14公里。平石镇也是在乐昌，位于广东省韶关市乐昌的平石镇。根据邱春英提供的信息，我们在网上找到的确有平石镇和梅花镇这两个地方，并且两个地方很近，都属于韶关乐昌市，这令我们感到很惊喜。那邱春英是不是韶关乐昌人呢？但春英同时提到两个镇，究竟哪个镇才是她家所在的地方呢？我们首先来到春英印象比较深刻的韶关市平石镇，希望可以打听到佢大伯嘅消息。那个有没有个拱门啊？那个地方是什么拱门？圆的。有，圆是有、啊。有是吧？有。在哪里？你就往这里下去一上。哦，就这个是吧？这就是圆的。对。哦。他记得他大伯就住在铁路边上圆门里面。住在铁路旁边，就是这里，以前是铁厂，住了很多那些大修队的那些工人。村民话俾我哋知，依边的确有一条铁路，20几年前。铁路边度住咗好多修铁路嘅工人，而春英嘅大伯可能就系其中一个。但一度嘅房屋已经荒废，邱春英嘅大伯仲住唔住喺度呢？奶奶，你认识一个叫邱春英的人不？哪个？邱春英。英子。姓邱的一户人家有没有？姓邱的啊。啊。姓邱的刚刚调来的，怎么有好久啊？哦不不不不，年纪很大了，大概60、70岁了。没有印象，这里还有姓邱的吗？他那边有没有？由于春英只是记得大伯姓邱，并不记得他的具体名字，附近的邻居都表示不识得姓邱的人，这令寻找的工作再一次陷入困境。搬走了，有一个姓邱的是吧？对呀、啊。哦，他搬哪里去了？河西那边吧。河西呀、啊？哎，对。那个他的全名叫邱什么？邱介石吧。他那个有个侄女，你知道不？侄女啊？那不知道哦。不知道，没见过。见过。但他有几兄弟，你晓得不？这个时候，一位村民话俾我哋知，一度的确曾经住过一个叫邱金石的人，但并不识得邱春英同春英的爸爸邱金生。
咁邱金石系咪邱春英所讲嘅大伯呢？那个邱爷爷家，他是后来没有亲戚来往过吗？他住这儿的时候，没有，他家好像没有子女来过，他是老平时的。老平时的，嗯，对，他老平时他是接过单位的。哦，他退休了是吧？他退休了。搬走多少年了？去年六月份才搬走。去年六月份就搬、哎、才搬走的是吧？对。他有没有什么弟弟啊什么的？那不知道，有应该有弟弟。弟弟是来往吗？不来往。村民话，邱金石旧年啱啱搬走，依家翻咗乡下，而且咁多年嚟冇见过邱金石有弟弟同佢来往。在村民的指引下，我们来到邱金石现在住的地方。哎，你好，你好。我们找到你了，当时是你搬家了是吧？是是。从那个铁路边上搬到这边来了是吧？哎，这个是老家。你是有一个弟弟叫邱金石吗？邱金生吗？哎，对。有一个弟弟叫邱金生，您记得有一个侄女叫邱春英。真情追踪下一节，邱春英去找妈妈，不幸被拐卖，23年没有放弃过寻找，终于有了大伯的消息。邱金石是不是春英记忆深处的大伯？春英的爸爸究竟去了哪里？她的妈妈当初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我这个春英也是很想起弟弟了，就觉得很难。是想起他也很难过，想到我这个春英也是心里很难过。为什么不想认你妈妈呀，春英？他把我们抛下了，他不管，我恨他。我是大伯呀，哎，想了你们20多年了。下一节即刻翻嚟，继续真情追踪。找过了，邱金生是没有找到，没有找到。嗯，一直就从94年4月13日走出去，农历4月13日出去，到现在一直没有找到。眼前的老人就是邱金石，他话俾我哋知，佢的确有一个弟弟叫邱金森，但系喺23年前同侄女邱春英一起走失咗，至今一啲消息都冇。邱金石话佢弟弟嘅名正系同邱春英讲嘅邱金生一字之差，咁邱金石系咪春英嘅大伯呢？这个是春英的照片。这个是春英。哪一个是春英？这个春英。穿红色衣服这个吗？啊，这个是。红色衣服这个是就是春英。这三个是我的小孩。这三个是你的小孩是吧？是。这个是几岁呀？头年九四年就走啊。九三年造的，造的。这个小妹啦，九三年走的是吧？嗯、多少年出生的？他是85年，85年出生的，哎、然后94年走的，是。那走的时候是9岁的。9岁。邱金石的老婆刘秀美攞咗一张旧相话俾我哋知，入边着红色衫嘅女仔就系邱春英，佢嘅妈妈喺佢2岁嘅时候就离家出走，一张相系佢同爸爸去揾妈妈嘅前一年影嘅，眨下眼23年过咗。咁春英被拐之后，佢嘅爸爸系咪一直都冇翻过嚟咧？那就是8岁拍的是吧？是8岁。哦，8岁。那一直留到现在，留到现在，94年到现在就留了20多年的照片了，对呀，23年了是吧？23年，是对了，待着24个年了。哦，他走了之后，你一直就是保留的。他走到23年了。你一直保留着，我一直保留，一直保留。他走了之后，你去找他吗？我去找啦。去找了。是啊，我去了找啊。我去了几天啦，我苦了几天啦。刘秀美话俾我哋知，侄女春英系1985年出世嘅，1994年失踪，当时只有9岁嘅佢，俾爸爸带出去寻找离家出走嘅妈妈，从此音讯全无。刘秀美为此仲难过咗好长时间。春英的妈妈当年为什么要带二女离家出走呢？这个是谁啊？这个她妈妈。她妈妈。她妈妈就她那走了2年了，她96年了，来到我平时，我跟她照一个相的。哦，就是春英走了之后，她来这里。是走了2年了。走了2年，九六年。她94年走的，她就96年来了，她就来找她的丈夫的女儿。他们其实是失之交臂，错过了。是。刘秀美指住另一张相，同佢企埋一齐嘅女人就系春英嘅妈妈黄党狗，
当年邱金心同个女出去找妈妈的第三年，黄党狗突然翻咗嚟。嗰阵时，邱金心同个女已经失踪两年，一家人阴差阳错咁分开咗。咁黄党狗离开嗰几年，究竟去咗边呢？佢点解会突然翻嚟呢？我那个弟嫂咧，那时候我就告诉你，他是肯定是他嫁人了，那时候是他们那时候嫁人了。他爹带着那个，带着他那个妹妹走啊，他就是十月份带着走的。他那个小的哈，那就十月份就走的，他十一月、十二月份就送给别人了嘛。嗯，送给别人了。十二月份送给别人了，就是他春英的妹妹吧？春英的妹妹送给别人。是，他就送给别人了，送的也是姓王的王家。春英的妹妹夏英居然都送咗俾人，一个消息令我哋有啲惊讶。黄党狗当年带住只有五个月大嘅细女离家出走，点解后屘又要将细女送俾人？春英的妹妹依家又喺边？他那时候来那个时间呢，金戒指啊，什么都带的，走的时间什么都没带，他就带金项链呐、金戒指啊，都带得来了。我就是怀疑他是要结婚了。我哋经常话，屋企系温暖嘅港湾，系我哋赖以生存嘅动力。咁但系喺邱春英23年嘅记忆入边啊，屋企只系一个遥不可及嘅梦。咁如今啦，这个梦终于系有咗曙光啦。通过我们的努力寻找，基本确定邱金石和刘秀美就是春英心里面挂了23年的大伯和大伯娘。但遗憾的是，他的爸爸邱金心和他出去找妈妈的时候再都没回过来。而更令人心痛的是，邱金心当年因为妻子的出走而精神也都随之出现了问题，邱家人猜测恐怕是凶多吉少了。但是无论怎样，春英终于都是要找回家人的。23年过去了，黄党狗如今又在哪里呢？而春英又可不可以见回唯一的妹妹呢？是春英一家的户口本吗？对呀，就这个是我弟弟。还有邱金生。邱金生。春英。春英那个春。那他那个名字跟是金讲的那个名字，那个春英记住了，我春英叫那个秋金春刘秀美拿了本户口簿出来，这个就是春英一家人的户口簿。当年春英的妈妈走了之后，邱金心为了去找老婆，家里一早已经一贫如洗，只剩下一本写着一家四口的名字的户口簿。虽然春英的屋企早已经坍塌，但刘秀美依然保存一本户口簿，希望有一日弟弟可以带个女翻嚟。太可怜了，我是这个小弟，我这个侄，我这个侄女也是很苦的命啊。想起弟弟了，就觉得很难过，是吧？是，小弟他也很难过，小弟我这个春英也是受得很苦。我老婆骂了我几次，他走就走了，你要整天只记住他。谂到弟弟一家不幸的遭遇，刘秀美忍不住哽咽失声。她说弟父离家出走之后，弟弟多次去娘家找她，精神状况从那时开始变得很不稳定，经常间歇性地订夜，至今仲生死未卜。春英的身世令人唏嘘，我们决定先回去将找到的讯息告诉春英知。那你打算把这个消息告诉你老婆吗？告诉她。没找到爸爸的话，她会去见妈妈吗？你觉得？我会担心他不会见他，不会见，为什么？因为当年毕竟是他妈妈遗弃他的，遗弃他们一个家庭。当我哋将揾到疑似春英大伯嘅消息话俾曹东海知嘅时候，曹东海喜忧参半。揾到大伯固然开心，但谂到春英嘅爸爸咁多年嚟一直音讯全无，春英得知呢个消息会有乜嘢反应呢？像他那个人说在那个韶关那边，乐昌那边。你记得乐昌、韶关、乐昌这个地名，你记得吗？有印象吗？现在你老公跟你说起来。不记得，你就记得一个梅花街。他们说没有把爸爸的消息，你爸爸的消息找到。那我妈妈找了没？妈妈就还不精确，反正妈妈的消息也有。春英听到依然没爸爸消息的时候，他开心的神情瞬间没了。我们看得出春英最希望见到的是曾经相依为命的爸爸，但始终血浓于水，他亦都无法忘记妈妈和被妈妈送走的妹妹。
一个支离破碎的家还可不可以修复呢？如果找到妈妈的话，你会不会想的？现在不会想的，她做了那么多错事，我不想原谅。你想你妹妹吗？想。什么时候看过她？春英喊着咁话，佢唔会原谅妈妈。妈妈的离开导致一头家支离破碎，连佢唯一的妹妹都被佢带走埋。每当见到其他兄弟姊妹一起玩的时候，而自己就在养父母屋企被冷眼对待，对妈妈的恨意就一日一日咁增加。但爸爸依然冇消息，咁春英系咪唔想揾翻妈妈同妹妹呢？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事，他家庭也不会破碎啊。还有一个现在还。他一心这几年一心只想找爸爸的，但是爸爸一直没有消息。但是我就这样子想，他没有想过要找妈妈。对，没有想过找妈，就是想找小爸爸。春英的大伯同伯娘话要同春英视频，春英仲可唔可以认到大伯同大伯娘呢？你的大伯说他要跟你视频，然后他那边现在把视频发过来了。你看，我是大伯呀，想了你们20多年了。这是大伯，看见了吗？看见了。真情追踪下一节，大伯同伯母的牵挂，爸爸的音讯全无，妈妈的再次改嫁，令邱春英心情复杂。为了帮春英找到妈妈和妹妹，我们再次出发湖南。黄党狗的爸爸会同我们讲个咩秘密呢？春英可不可以如愿见到妹妹呢？为什么你的孙女不是跟着你的儿子生活，是跟着你的女儿？我的儿子是坐牢去了。坐牢去了。哎。哦。我心里是有影响的，说实话。我现在的父母是对我挺好的，不代表我心里没影响，没影响。您是他的妈妈是吧？哦，是他妈妈。下一节即刻翻嚟，继续真情追踪。相隔23年，春英终于见到日思夜想的亲人。视频那边的大伯邱金石显得很开心，不断地嗌春英快点回去跟他们相聚。他还是小时候那个样子吗？有没有变化？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还是小时候那个样子。还是小时候那个样子。你还认得大伯吗？还认得大伯吗？我不认得，我不认得。你认真看一下。我认得大伯母。我就老了，头发已经掉完了。是。你认得大伯母是吧？大伯母在不在？在。看一下吗？看一下。跟他看一下，看一下视频。时间过得太耐了，春英已经不认得白发苍苍的大伯，但是她坚信自己认得大伯娘，因为当年她和爸爸去找妈妈前，是大伯娘煮了最后一餐饭给她吃。一餐饭令佢喺后屘嘅23年颠沛流离嘅生活入边，依然记得家嘅温暖。手挂掉了。大伯母她哭了，她说她不想说，可能她就是很想见你。对，我真是很想那个，就是她妈妈还没认那个，我真是太想她。当春英希望可以同大伯娘视频的时候，刘秀美因为太过激动，喊到收不到声。她不敢望春英，不敢望一个受尽命运捉弄的细路依家的样子。那如果说现在你妈妈会见你的话，你会原谅她吗？不原谅，没办法，还是没有办法过去自己这个坎，是吧？不会原谅的。做了那么多错事，我不想原谅。春英把口虽然话嬲妈妈，嬲佢嘅无情，嬲佢当年嘅抛弃，但为咗解开春英嘅心结，揭开春英妈妈当年离开嘅秘密，东海仲系委托我哋去大伯俾嘅地址黄党狗嘅乡下湖南寻找春英嘅妈妈究竟喺边？佢嘅妹妹又俾佢送咗去边？你好，爷爷你好。爷爷，爷爷，你是
黄学生吗？你是叫黄学生吗？是是是。哦，你就是黄学生爷爷是吧？对。哦，你知道你有一个外孙女叫春英的吗？春英啊。啊，在韶关那边啊，是不是？黄党九是不是你的女儿？是是是是。是你女儿啊、哦？哎哎。哦，只有你自己在家呀？我自己一个人啦。经过长途跋涉，我哋终于嚟到湖南嘅深州。眼前的老人就是黄党九的爸爸黄学生。黄学生说现在个女儿不在家，只有她一个。那黄党九究竟去了哪里？黄学生知不知道外孙女春英的存在呢？当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她回到你家为什么就不回去了？我也不知道咋个那个事情。不知道那个事情？嗯，我那个她就知道。她没有跟你说过吗？没有没有。不可能了。嗯。肯定跟你说了。我说过她的那边。他到那边就不想挨到那边，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他不想去那边。啊，是的。他就回来了。对，回来了。当时带着二女儿回来的。二女儿。哦，二女儿回来。带着二女儿回来，为什么当二女儿最后送人了嘞？那二女儿送来就他那个妈妈去世了，就这点。你的爱人去世了，他一个人带不了。啊，一个带不了。他就把这个小孩送别人了。啊，送给别人了。黄学生话。个女是在30年前突然带二女回来的，当时他们都感到很惊讶，但是个女怎么都不肯跟他们讲离家出走的原因。没几久之后，黄党九就将二女送了给人家收养，从此一点消息都没有。那他为什么把自己的女儿送出去之后又带着侄女呢？记得送去了，记得好女儿就照顾过他，就这样子。我也没办法，对吧？为什么你的孙女不是跟着你的儿子生活，是跟着你的女儿？我的儿子是坐牢去了。坐牢去了。哎。哦，所以就坐牢去了，就我一个人带不到。哦。我就回家就给他。就给你带走了。给你女儿带走了。带走了。他杭州是养了两个是儿子，养了两个小孩了。哦，那时候已经在邯郸养了两个小孩。哦，两个小孩回来。哦。回来就他弟弟坐牢去了。哦。这样子的。当时他已经在邯郸生了两个孩子了。他生了个孩子。那也就是说他在现邯郸已经有家庭了。有家了。我们了解到，黄党九在将二女送了给湖南当地一户人家之后，就带着弟弟的女去了河北，并且在那里重新组建了家庭。黄党九为什么要送走自己的儿女，但是又要抚养弟弟的女呢？当年他的离开是不是有预谋的呢？梅花镇的那个女婿不是到你家来找过你女儿吗？找过啊，找过，找过几次？找过，为什么你不让他们联系嘞？找过以后呢，不联系，他不来了啊。他不愿意来啊，他不来了。你女儿不愿意回来。我那女儿不晓得到哪里去了，就不知道。你当时也不知道女儿在哪里去了啊？不晓得。你是她嫁到河北，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她回来告诉我在我看看。过了几年？过了好。生了儿子了，生了两个小孩子了，生了两个小孩了，才回来告诉你。哎，我告诉我了。当时你骂他了吗？怎么骂呀？那边也没有到我家里来。讲到个女擅自离开休家，后屘又去了河北嫁人，黄学生好嬲。但系个女当时已经喺嗰边生咗两个细路，佢亦都无可奈何。黄党九喺抛弃老公同大女之后，又偷偷将净系得几个月大嘅二女送咗俾人。但为什么又要带着自己的侄女改嫁呢？这个时候，一个后生的女仔来到黄学生的家，她又是谁呢？当时你妈妈什么时候走的，你知道噻？我不知道，我更加不知道。我自己亲姐姐的我都不认识，我怎么知道？亲姐姐都不认识，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你妈妈在河北邯郸的呢？我不知道。后来我是听说河南那边她的老公本来是打算回来看我跟爷爷的时候，然后就出了车祸死了。哦，死了。嗯。那个时候是你多大呀？我不知道，我是不记得了。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不清楚。眼前的女仔就是黄党九30年前送走的二女黄夏英，因为她的养父母就住在公公屋企附近，黄夏英经常回来探望外公。那黄夏英是不是一早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世呢？他又知不知道自己有一个失踪了的家姐春英呢？后来妈妈没有再回来看过你，还是回来看过你？七八岁的时候去看过，后面就一直没看过。有电话联系吗？有。一直有电话联系，但是就是没回来过。他这些年没照顾你，你有怨他吗？之前有怪过他。现在呢？
现在，反正你也有自己的。对我心里是有阴影、有影响的。说实话，我现在的父母是对我挺好的，不代表我心里没影响、没阴影。虽然你现在的父母对你是很好，但是并不代表他的离开对你没有伤害。肯定有伤害的嘛，因为我怎么就跟别人的小孩子不一样？春英的苦笑令人心痛。她说虽然养父母对她好好，但是被妈妈抛弃的痛一直好像一条刺深深地插在她的心里面。她也是大过了之后才知道自己有一个亲家姐，这个称呼对她来说依然很陌生。黄学生打电话给远在河北的黄党狗，告诉她知春英的消息。那黄党狗会不会回来看春英呢？你到这讲得讲到了，好。啊，回家了，他们以后也来了哈。你不原谅他，也要见他一面啊，看看他现在是怎么样子啊，看看他当时怎样抛弃你们的。见一眼也可以，现在见一眼就是想看一下他现在长得怎么样，连他的样子都不知道。那你原谅他吗？如果见他？当我哋话俾春英知佢嘅妈妈同埋妹妹好可能同佢见面嘅时候，春英嘅心情好复杂。经过曹东海嘅劝说，春英终于应承先翻乡下见完大伯同伯娘之后，再考虑见唔见妈妈。春英当即决定即刻出发前往韶关乐昌，因为佢嘅亲人都喺嗰度等紧佢翻屋企。欢迎回来真情追踪。在这一场路漫漫的寻亲路途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家四口的命运流转，23年的寻找，23年的期待，23年的痛楚。当年的黄党狗抛下了自己的丈夫和女春英，带着细女离家出走，导致春英被拐，丈夫失踪，而随后又再次抛弃了自己的细女，带着侄女嫁到去河北。她的每一个决定都在改变着身边最亲的人的命运。由于黄党狗远在河北，我们至今都没有办法得知她所做的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有着怎样的目的，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如今春英很快就可以回到自己家乡当中，而黄党狗又会不会回来和自己的女儿相聚呢？而对于当年的决定，她会给出怎样的解释呢？而她应该怎样去弥补对这两个女儿造成的伤害呢？敬请收看《陈母被拐23年，妈妈我该如何原谅你》下集。另外，我们广州影视频道在真诚七星级的度假胜地主办的小主播夏令营正在火热招募当中，欢迎各位拨打以下的报名热线来扫我们的真诚追踪的二维码咨询报名。好了，今期节目到此为止，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见，拜拜。长街里等，深宵竟已走得这样近，不小心碰到他，跟他已步入爱的深吻，嘴巴落下了印，你轻震，伤感已在心里深，回望